云南省东川豪庭赛车中心春棚，坐落于美丽的红土地东川大营潭村，中心地势独立，空旷开阔，中心周围是东川著名的葡萄基地，距离东川豪庭赛车中心秋棚100米。建有鸽舍52间，每间宽4米，长8米，每间32平方米。鸽舍面积总共1536平方米，晒笼48间，宽4米，长6米，总面积各1152平方米。鸽舍总面积约2700平方米。鸽舍呈四合院形式布局，可容纳帅鸽12000余。云南东川豪庭赛鸽中心春棚将继续努力，为广大鸽友再提供一个更透明、更公正、更公平、更公开的竞相平台，欢迎广大鸽友到豪庭参赛。各位来宾，尊敬的各位直播间的亲老朋友，由于疫情的原因，豪庭赛鸽中心本届拍卖会实行的就是线上拍卖，然后以及我们邀请的部分几个人代拍的模式举行本次拍卖。本次拍卖由中云国际团队主拍，线上拍卖由金月赛鸽团队全程负责。拍卖会开始前，由工棚为获奖鸽友颁奖。全场的第3名，这是你毛志，非常贴身生活出色的第一刀枪雄鸽。好，表演鸽友想收藏。完了，出价2万2万2千，谢谢啊！2万5千0305万4万5千0975万4万5千4万5千，还有价格没有？4万5千，第八次，4万5千5万0305万6万，给点掌声，0975万6万元，前场6万元，最后一次掌声，祝贺大哥，敬拜，恭喜！决赛亚军，团体主编的宝哥为主持人您的6项指令，挑战赛冠军一名子哥。好，请看一下，3万元，3万，谢谢，3万元，还有加奖没有？3万元，接场3万元，好，请再次出手来，恭喜3万元，成交，谢谢。前场总冠军，出自于我们安宁的新城歌手冯一涵，这以灰色煞眼的你词歌，本场比赛为主人赢得主意，夺得前场的总冠军啊！已经有人起拍一下，6万元，关我6万，关我6万，谢谢，7万元。金钟家里真的是有您的付出。那天我们电话连线的时候，接听电话的就是我们在现场的作为大姐、作为嫂子，谢谢您为赛鸽付出的一切。7万，还有我们加上联盟，7万元，好，请您抓起毛牌，让我们全场热烈掌声送上7万元，成交，5万，网络一进给到了5万6万，现场六万，7万0.96万，7万元8万元8万元，网络7万，网络7万，网络拥有7万、8万、10万，在后排领跑直接点出10万0.96万。
定是预考场30万，30万，还有加上还有35万，这高级号牌，全场热烈掌声祝贺。